大家好，我是沈博士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天体啦。那我们要坐什么车呢？那大家就知道了。那我们先去买票喽。到车票，车票是像这种的，去窗口买是像这种车票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到这里以后，我先脱帽帽。动了，这边我们要去松山方向，我们要坐的是22:52的，然后12:85晚五分，那大家都应该知道了。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台铁又西贡买了区间车啦，那十节的。那我不知道我会不会遇得到，我不太确定，因为我想说我来坐坐看一下会不会遇得到那一台列车。那假如真的遇到了，哇，我有拍到嘞，就他妈得，我看到南港站这里有不一样的，那是什么不一样啊？真的很不一样，干。四车电车停车，八车十车电车停车。你们看到十车，应该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？那我就不卖关子啦，那就是我们的台铁的 EMU900型通勤接连车啦。那我希望可以轮到了，那我们就来等待一下22:52的这一班的区间车吧。居然是你 EMU900 型通勤电人车来了，坐到 EMU 啦，好帅哦！
山。搭乘捷运松山新店线的旅客，请在松山站换车。奥吉桑、熊山，最接近熊山新店站路口，请在熊山站换车。丹中、熊山，你所接近熊山新店线旅客，请在熊山站换车。Next stop.Songshan. Passengers for Songshan Shenzhen Line NYT, please transfer at Songshan Station.倒是不错的。
这一次我们搭的12585次的 EMU 900型通勤电联车啦，那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喜欢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以及留言。那还有什么问题想问，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、Facebook 粉丝团、YouTube 留言区，或者是加入我的 Discord 群，都可以哦。那这一次，那真正完全的 EMU 的班次跟车次的话，我会放在资讯栏，因为就是我是在 FB 看到的。它有1285次这个班次，刚刚好我下班的时间可以坐到这个班次，所以呢我就来坐坐看一下，来赌赌运气做不做得到，结果被我做到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明天再结束咯，我们下一次的影片见咯，大家拜拜。